恭喜娘娘，恭喜什么娘娘？闭嘴！恭喜什么？恭喜什么？烫头发，洗头吧，洗头。我今天回，我可能会晚点，因为还要和朋友去吃饭。很美 ，Thank you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毛屏幕灯光打的哈。把脸也去洗了，想看卸妆就直说，洗什么脸啊？车皮肤好好，你真的新车吗？有什么不可能呢？有啥子不可能呢？我靠，手机好烫啊！他也你帮我洗好呀，反正新秀也是美颜拉满，包括你们觉得美颜拉满，那就拉满呗。有的看就行了，还要做节目呀。主题贵州呀。网不好，你在外面网不好。他是不是这个地方网没好，那边好点？怎么会是辽宁呢？瘦的了，酸了，没掉光，那不是洗头不都是往后面薅了吗？头发啊，
把那个洗好了吧，那个按摩。我们不能看是不是兄弟了。要不是官方保护你们，高低我怕吗？我会怕吗？搞笑，是啊，这不男友视角吗？家人们，大妹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点小事让我来。在洗头发，我烫什么头发呀？我直头发有什么好烫的？洗好了吗？我手拿酸了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的手拿酸了，我靠，这个姿势。为什么网这么卡呀？
好了吗？切换一下线路就好了。好了吗？这个吃香了吗？啊？不用不用，拿手就行了吧。好看啊，又不是我朋友。整体老师就看整的不错，你看嘛。太远了，拍的给的太多了。因为你看过我，所以他推荐你。哪一个远？直接卡了啊！我们这边开始。阿琛。他到鼻下面太严了，你晓得不？有房子的。这样吹好点，他们发现出来很现在。你不累吗？不累，还好。贵州的，不是成都的。贵州嘞，托尼老师是老乡。托尼老师北上广的。我也能够上，我也能够上那个评估嘛啊。没得。老乡哦，一送的是老乡吗？贵州话你也能听懂啊？贵州普通话是蛮好听。你称两句贵州话我听听哈。现在新疆不这样了，还讲差不多。专业嘞，我就会那个。你说是男生看得多还是女生看得多？老色批看得多。老子没拿你吹你头发，他问我直播间是男的看得多还是女的看得多，我说老色批看得多，他不懂我什么意思。能蹲到，为什么不能蹲到？为什么自己承认一下有这么难吗？没有啊，我今天穿的很乖，好吧。
待会儿看镜子。一个女生，你是来看美女的？我也喜欢跟美女交朋友，我也喜欢美女。你家开酒厂的有老牛皮没？我不信。剪吹烂头发呀，吹烂发型。那能剪吗？你觉得可以卷吗？可以啊。这个统一吧。纯欲啊！托尼老师说给我吹个纯欲风的头发，家人们。你卷吗？没有卷。他给我卷个纯欲风，家人们。封面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待会儿给你们看镜子啊，待会儿给你们看。我人家羡慕托尼老师哎呦。羡慕托尼老师，他羡慕，他们羡慕你。你过来吹一下，很热闹，我跟你说羡慕。我在贵阳，我现在贵阳，我老家贵阳的。托尼老师的视角，托尼视角，他们要看你的视角，我笑死了。来，看一下，看我长得怎么样。他们希望你的身上长一个摄像头。哦，我帮你们看了吗？
们说 Tony 老师别吹了，让我来吹。那我店里面上班天天吹，吹吐，吹到吐，吹到吐。那没有点订阅的点点订阅哦。他怎么很多的？超多。他叫我吹差不多就行了。网卡怪我了，网卡怪我了。我看见你跑零四，零四。都是故事，怪我了。给我人卡没了，是女鬼王，他们要第一个给你干掉。洗头发而已，没做头发。从这边分吗？能够分的，你忘记了呢。然后白色就更上了，不是难看。这什么会吹？到时候难嘛，等我跟你讲嘛。我在他们前面吹，他们吹不出我要那种感觉。每次都不跟我的小刘海吹哈，然后都是跟我那个呆的这点，点都看不出来。没有帮你吹刘海。没吹。
好看呀，老天！那点小米黄装了。你胖不胖无所谓。大胆，大胆。蓝光十 M， 八 M 还不够用啊，十 M。欢迎峰哥，我真的会谢，我谢谢你们啊。站起来，我现在不是在吹剪吹头发吗？怎么站？待会儿站起来给你们看。待会儿再站起来，我170啊。菜菜，我没看到你进来。姐姐没看到你进来。 AV 画质给我整笑了。叫他们来，我叫他们坐垫吧。这很好的，可以坐。还真信啊，吹吹牛你还真信他们说的话。我没在杭州啊，我在贵州。小心，干他丫的！不要怕。干他丫的！我的天，怎么了？
怎么了，弟弟？小心拖，你是老鬼！哎，小心我干嘛嘛？真的是。出来。出啥来？赶紧吹。他们让我小心你，他们说你很危险。别逗了，哪来的跑车？哪来的跑车？别逗了。他这里，他这些网友现在讲的消息好高了嘛？觉得你，觉得我人很好。对，觉得你很好。定制跑车，你刷了我让他看。一般说，我跟你说，一般说自己是好人的人，通常不是什么好人；但一般说自己是坏人的人呢，他又好像不是坏人。好的不一定好，坏的不一定坏。我那边被我这种外表所欺骗了，看上去就特别坏的。对吧？是不是好的不一定好，坏的不一定坏？那叫反世界理论，对吧？你看这边。干哪、啊？你不也在开播吧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怎么看你干哪呢？麻烦拍好看点好吗？每次你拍的好丑。把手拿过去。我看过呀。贵州的人不说了吗？不让你们怼一通，怼来死了哟！你看他低头从这边过去好远啊！啊？我穿的裙子，我待会儿站起来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欢迎维斯哥哥，维斯，那个远景。维斯，维斯，维斯在不在？维斯，今天小春吹了一个卷发。
我操！怎么没看到我自己？你别躲啊！那我在拍你啊！我看见羊是不是？来，姐姐露个脸，姐姐，姐姐。晚上啊，晚上会比较晚。得逞了，阴谋得逞，好卡呀！被我说中了，说中什么？没抽过。吉利哥哥，晚上好，吉利，阿吉利。阿吉利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哪有头皮屑？别搞笑了，好吧。来了吗？还头皮屑？哪有头皮屑？没有，没有。怕什么呀，陪你。骂伤了，骂伤了，我找不住，我好饿呀。我闺蜜好可爱，确实挺可爱的吧，有趣有趣，真有趣。给他们看一下，叫他们等下小心摸你。不要，我要扯你。陈玉峰。我涂点发际线。哎，哦，对，不要跑太快，不然我打你。Demo 区，过你的网 Demo 卡。好看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在台湾拍的。镜子里有脸，哪里有我？没有。别想，和你别想你，你得不到。那你不要想，你得不到，这是你下腰都得不到的女人。我现在讲话，那听得到听不到？听得到。刷刷刷，大家一起刷刷刷！谢谢大家，我爱你啊！哈，年华哥哥，我也。
我怎么知道？我来拿拿一个啊，不用吧？你要吗？你要喷吗？他给你惩罚了没？结果他在这里看到你了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不要你的绿帽子啊！帮我扫下码，我没得身份。我没办卡，没办。哥，你想你好亲切吗？到哪边？从这边下去一斤吧。到哪边？到过山庄停车场那里。好，开始了。从这边下去，然后到哪边？哪边？到山庄点，多少停车场？哪边的点？哦，到那边。那你帮我拿着，我看好看吗？没事。等一下。那个。可以吗？干嘛去你妈那边？我跟你讲，等下拉开镜头看得出是哪边的那种。你讲话你在听不到吗？啊，我怎么感觉下雨了呢？啊，看不到。为什么吊死了？没有啊，他们说你很可爱呀、啊，真的，其实还挺好看的，看。他们一弄关你屁，关我什么事？做自己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做自己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，真的。OK。但是他还是看我是不是想好，要我自己干。多少有点社交牛逼症。你把拿手机啊，你不要拍我行不行？你就帮我拨哈，你就帮我拨一下。我晕车，你觉得我拿得吗？46分钟，还差15分、14、17分钟才够时差。拿钱没拍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可以拍我，等一下我要 freestyle 一下。怎么没有美颜呀？感觉。啊，好油啊！我靠。你那边你车上得吗？你我卡上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的角度，注意你的角度，飞得很丑。没在的，没在的。我只是想看这种位置。你看嘛，让你那个卡进去吗？不要暴露我的车牌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暴露车牌。
你不能拿个那个摄像头对着你的脸呀？为什么要对着我的脸？都没有，都没有美颜，我不要。开车。我开。哎呦。快放那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得放这。他怎么没有那种可以看到脸的那种呢？那你看到脸横切，能够横切吗？横切不都看到脸了？不行，他瞄的妈的漏够了，他要闭裂的，我靠，来了。哦，啊，走人呀，走，还人啊，能不能露个脸？又没事又不丑，拿来我看一下。我操，这么黑啊，那个黑能看到那样的红啊。Oh baby， 你要开车？拿着拿着，我开车。不要拍我。那你为什么要拍我？看我开车了、啊、开车的时候不能。那、啊、能拍了呀。看我这边后腿。哪里黑吗？你看，你看。好看呀、啊，对吧？哎呀，你他妈，你啊！你弄那么妆，都给我妆抠花了，你要试试？蛋蛋。要把人家妆搞花了怎么搞嘛，让睫毛掉了又没有东西搞。好了，生死，那你来开。那你这妆可花了。我真的会谢。你妆都可花了，能够可以吗？可以，反正看不见。有没有看到我双下巴呀？没，一样都没看到，就看看你嘎着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笑啊！我靠。把导航打开，我找不到。找你面去。麻烦扫一下交钱。哎，哎呀，好麻烦呀！扫这里，这里。等一下，我的天！太黑了，你拿过去。你拿钱，我搁这。哦，是的，多少钱？七块。住那边是从哪里还是住这边？还是往上面走啊？喂，莫吵，过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开的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。你们开车了吧？开了。已经可以吃了。来，好好，你们先吃了没有？等我们。哎，我只能没抓住，能不能让我一下呀？打你啊！好了，
不吹。你把你关了，你亮着开的。关。你给我开。大的一个。那一定点去直播间看嘛，我要看弹幕呀。哈哈哈他给我发了导航了，我看一下。我靠，有18分钟啊，过去了，菜都凉了吧。啊，你开一下，你开了吗？看导航啊，等你来喊啊。好，声音呢？怎么的声音呢？男女人呢？都没声音啊？啊？没声音吗？为啥没得声音呢？拿去。小心你的裙子。我裙子哪里？裙子？他看到我裙子啊？对，外面没声音呢。怎么还能找我 PK 啊？救命啊！没声音，我帮你喊。你看啊，所以你看啊，直行还是左转啊？直行。啊！我真的会写。我也会写。太见外了，家人们。哦。哎。我靠！你拍上我的双下巴了，姐姐。哎呀，看不到。看得见。看不到。咱就是说女明星，她有点偶像包袱，能理解吗？那你认了？你就拿喷漆都可以了，没有关系。哎，我只是拿喷漆，你讲你放下吧。晚上我又够了。后来没得声音。姐姐，我真的会呕。看看怎么了？看看就看看。等一下啊，等我开到红绿灯，你们就能看。我看了，我看了，我也是服帖了，起个帅粉呢。你看他们先，你给他们发。麻烦晶晶到直播间没？到直播间给我刷点礼物。晶晶到直播间没？麻烦这里哈刷个粉，也好表示你赞，我给你讲话。执行啊。吃饭了，家人们，我要饿死了。滴水未进，滴米未进。那就是在前面啊，右转。右转啊，对。这个还你讲吗？我怎么可能往左转呢？啊，是搞笑是吧？这两子里面，还是啥的？里面过去。这两个。我最近你还能抓得过去吗？哎呦嘿，有交警，你看没？贴死个人！他呢？我们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乖孩子。我们是乖宝宝，我们是乖宝宝。啦啦啦啦啦！你能不能陪我家人们说好话呀？脸也不冷，买了针够到自己了还没？没关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洗。我已经麻了。这么天的热呢，戴个帽子。我昨天去没戴帽子，我昨天戴帽子呢，是因为我没洗头发。然后六七年。
年啊，明明才三年四年好不好，哪有七年，太夸张了吧。啊大姐你行不行？我行，我这两狗拿好没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控制住。方不方便？我想和我们开的，对不对？活泼。
发了。百米左转插进去就到了。要不你关去看这两张地在干啥？当我看嘛，你摆到这两个就行了。那、啊、你刚才为啥让我拿起来？我也不晓得你为啥让拿起来，我就放那里不就行了？我也不理解。有个朋友，有个女朋友，然后呢，她今天呢、嗯、过生日，然后呢叫我们去给她过生日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在去的路上。就是说，有什么问题吗，哥哥？娘们唧唧的，人家本来就是个女孩子、啊、人家本来就是个女孩，你说我娘们唧唧的，红的。好吧，是妹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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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，看看你现在看不得我，要等下到了才能看。我要开车，我要好好的开车。绿茶，这是绿茶吗？这不是你们喜欢的萝莉吗？是我对萝莉有什么误解吗，家人们？啊？这是萝莉，我是萝莉呀、啊，哥哥，我是萝莉。你们喜欢的萝莉，你们喜欢萝莉呢，还喜欢御姐呢？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。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。一百米了，还一百米多左右，我真笑了。这个红绿灯，下一个红绿灯就到了。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
饿呀。现在直接左转啊。左转。等下，等前，前面有红绿灯了。前面一百米。显示几分钟啊？三分钟。三分钟，那快到了。红绿灯，左转。直接插进去。开进去吗？我在这里前面，我不管了，你看看我今天跟你说的，这个角度很刁钻。你觉得我们教练方言好听吗？我觉得我们贵州话其实和四川话差不多，感觉讲的方言都听得懂，只要慢慢的讲，你们听懂我们在讲哪样。慢慢快乐的你都听不懂我讲哪样东西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方言蛮好听的，听得懂的，不得是不是？这里是。凶了，
就是有点卡，现在好了吗？不用了，别打，你的死亡之灯还不如让我享受这片黑暗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让它带走这片河流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好黑啊！我靠，这是吃饭的地方吗？自己给自己打光。I miss you forever。吼，嗨起来，灯光师。好像个鬼啊，我靠。后面哪有人啊，黑漆麻黑的。这么刁钻吗？找的，你看我姐妹找的地方，家人们，在这个山里面。我们刚才在那说你在直播间，这是真实的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感觉你是不是想，家人们，我觉得很危险。这女的她把我们骗到这来了，素你啊姐妹。我寻思吧，我姐妹过生日呢，会找一个比较高档的地方，找个高档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对吧，吃点小菜，喝点小酒，对吧，跳个伦马。好家伙，他给我带来这个是什么地方？伸手不见五指啊！咱就是说，我姐妹，你干哪？羊子看不到没？羊子看不到，你陪我干哪？我自己可以给自己打个小光。荒野求生，我姐妹还是玩的比较花哨啊，玩的花呀。谢谢，很美。看吧，你们别走。哎呀，晚风，晚风，晚风，它吹得好温柔，它吹在我的脸上。快去，只有一个手机，只有两个手机，把你这样子拍下来。好了好了，快走。妈，都迟到多久了？妈，饿死了。晚风吹得很温柔，吹在了我的脸上，吹在了我的身上，感觉空气不错，空气挺好。家人们，舞蹈区需要我，我也需要跳舞呀。这两天直播不跳舞感觉好累，做得好累啊，我也想跳舞。妈眼睛啥子眼睛大大的吗？你好像个鬼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那里真的好像个鬼。你把咱就是说，咱们就是说，你怎么找到这么偏僻的地方的？啊？你告诉我你怎么找到的？这些都是有机蔬菜。有机蔬菜。现杀的，现杀的鸡。现杀的鸡。好累哦！哇，还能游泳哎，好高级啊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有比基尼，待会儿进去游一波。我真的好想笑。到了，到地方了。没啊，我骑到门口去了，走。